为什么世间事情不能够留恋，不能够贪爱？因为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现在看这个景观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实际上它存在的时间多长？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？一秒钟过去了，再不回来。一秒钟已经很长了。那佛在经上告诉我，这就属于科学。我们所有整个宇宙都是不断的在变化，没有一刻的一秒钟的时间停留。那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这个所有的变化已经有多少次，像放电影一样的，过去的电影底片已经放了多少张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32亿8000年，也就是说一弹指的时间就已经有32亿8000。单位是100千，不是一张。所以说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你抓不住我。你看看，这不是万分之一秒，千分之一秒，是32亿8000之1秒，不存在假的，全是假的。所以你晓得是假的，要珍惜这个真的，真的是。真的是我们念头，幻象是假的。谁懂得？佛懂得。佛看无物什么？就是无的什么。知道整个宇宙是假的，贪嗔痴慢也丢掉了。心清净，清净心是真心，真心能现，妄心能变。宇宙是这么回事，所以开悟就是悟者，就是他见到了什么心能见到呢？真心能见到，因为它是妄心，妄心是动的，真心是不动的，所以真心看到真的心相，所以看到真的相叫实相。妄想见妄想，妄想叫幻的面上的想。真正了解明白事实真相之后，真妄两边都离开了，那叫成佛。只要你放下去达到，所以佛讲到最后，佛法也不能执着，执着佛法你就错了，你就上当了。禅宗里头有个比喻，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粘身，那就是修行人成就的人。这就是功夫，知道事实真相，同时知道事实真相也不是真的，所以他能做到眼见色而闻声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所以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，中也没有。无论修哪个宗派，这是总的原则。所以佛家讲信、解、行、证这四个阶段。你要相信整个宇宙不是真的，是波动现象产生连续的这种现象，它连续速度太快了。我们看一个电影，一秒钟
能够二三十张的画片，我们就看到好像是真的。佛所说的是亿万的数字都不能说的，无法形容的，这个波动现象里头真我都不存在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心清净，对于整个宇宙万法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佛智之心。佛即看见的就是这个。我们看会起心动念，我们听会分别执着，就落在错误，落在幻象上，被迷了。佛知道妄是假的，真也不是，不要真有，你落在个真字已经错了。真妄是一不是二，清净心能见到真相，见到真相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叫迷。这个佛法到这个时候说不出来，我能够说出来都是假的。禅宗里头用这个方法，所以禅宗有人搞一辈子都没办法，就是他离不开分别之处。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佛陀教我们对于一切万法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真道，这正法。空无里面帮助众生解决问题，佛法里面越深入越欢喜。我接受佛法的老师一句话，我相信他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报声